幽农场，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，却发生了离奇命案。一名水生瀑布夺命，死因众说纷纭。朱书凯是意外死的，我觉得不是意外。如果不是意外，他被人害死的吗？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死他的。书凯真的为了成绩而自杀？他有跟你提过他有个妹妹吗？更诡异的是，死的时候手里握着石头。鹅卵石 Astro 小太阳，星期日晚8:30或10:30。